天嚟到江源道，梗系玩呢啲啦。嚟到牧场喂绵羊系指定动作，睇下啲羊咩咩几得意，有成个百只争住嚟食牧草啊！绵羊冬天都喺棚入边，唔会周围走，小朋友喂食得好安全噶。牧场系喺雪山上面绵延起伏，仲有一公里长嘅环形步道，沿途仲有小木屋、木棚、长凳等等，个景咁靓，影相打卡一流啊！难怪被誉为韩国阿尔卑斯啦。海鲜市场嘅鱼获每日直送，保证新鲜。口感淋淋地，食落个味道有少少甘甜，都几特别。海鲜市场仲有干货街，大量炸物任拣啊！真系好好味啊！啲饭好香，同埋个口感同鱿鱼好有对比啊！我唔客气啦。嗯，好脆啊，同埋好香，好好味。市场仲有唔少海鲜干货，买嚟做手信都唔错噶。江源道呢间人气韩牛店，可以喺店入边先选择心仪嘅肉类，必食嘅系顶级韩牛 BBQ。一边外层烧到微焦，再反转另一边快烧，内层五成熟先至可以锁住肉汁，食落先至够 juicy 噶嘛。